你刚刚这边大吼大叫，很丢脸。你要让全村人都知道我老婆见我一次打我一次吗？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？是谁叫你？我回来晚了。我妈搬到深山疗养院之后，我继父突然说要跟她离婚。我怕她受到太大的刺激，所以一直不敢回来。走吧，阿公的盐田在等着我们。